你刚刚说哪？你怎么了？听到。被谁听到？被听到。好，我帮你把它抓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不要听妮妮。好。不要听妮妮，妮妮多一点，妮妮多一点。为什么？没听，听我，听我。听我。这样怎么罚站？他已经被我捏在这里了，我把他捏住了，怎么罚站？他跑不掉了。就赌猪。去赌输。怕敌人。怕他敌人了？哦，你有大爱就对了。妮妮被赌啊。他盯你，你会哭。妮妮被赌。真的吗？那你有什么要教他的？那蚊子的工作是什么？妮妮，这个蚊子可爱吗？蚊子好瘦。好瘦，这蚊子很瘦。妮妮，那你有什么歌要唱给他听吗？妮妮唱给他首歌。送给。什么歌啊？蚊子太逼真。闻闻闻闻，宝宝唱一下。闻闻闻闻闻，你闻得太逼真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逼真。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不清的红唇唇。这么怪，这么怪，他觉得蚊子很怪。爸爸把你叫出来，因为你刚不是一直给镜头看一下。你刚不是一直哭？你那什么蚊子？被叮吗？你那是自己。因为你刚刚说他被叮，然后他就哭哭的很伤心。对。然后我想说，我一定要帮他装一只。对。可是我没找到，所以我后来麦克笔。啊，他叮我了。对，去。我好点。去。你这个是被吸血鬼咬到吗？不是单纯的蚊子吧？我给你撸哎！